下一个停靠站为松山站，松山站开车后将直达新城站，若非持有当次车车票的旅客请不要上车。各位旅客你好，本次列车为开往台东的发灯是莒光号团体列车，下一个停靠站为松山站，松山站开车后将直达新城站，松山站开车后将直达新城站，若不是要往新城方向的旅客请不要上车，谢谢。